看嘛，这里写的很清楚，叫 White House，White House， 我都说了，北门看是总统的椭圆形的办公室，就是这个二楼的这个椭圆形的办公室，这是南门，所有新闻报道上面的南口，哎，这个前面拿着。